亲爱的，亲爱的爸爸，爸爸，亲爱的，滚！哎，爸爸，我媳妇让我滚呢。爸呀，你围着我转圈默默呢？没错，我想用我这蹄子把你踢到乌鲁木齐，你信不？不是，爸呀，你这种眼神看着我咋的了？我在看眼前这位男人，还是我亲儿子吗？咋不是你亲儿子呢？眼睛还花了？你过来。哎，咋的了，爸呀？我问你啊，你跟二米的感情现在还挺好的吧？你也看见了，莫名其妙老生气。为啥生气？找找原因呢？是不是你俩沟通的比较少了？这公司老忙了，哪有时间沟通啊？公司忙啊？是不是经常出门啊？今天还出差呢。是不是经常去鞍山呢？爸，你咋知道呢？哎呀，爸呀，正给你汇报呢。最近啊，我考察了一下鞍山，去了几趟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投资环境不错，我准备在那儿开个分公司。你在那安个家得了呗。我正有此意啊。不要脸。爸，你听见了吗？他都不背着我了。不是，你咋的了？你要不愿意去，你就在家陪着爸妈。你这巴不得我不去呢。二民，二民，听爸的，控制控制啊。不是，这咋出啥事儿了？这是咋的了？爸，二民刚才跟我说了。咋的了？你最近工作很忙，经常不着家。是对他不在乎了啊？他跟你耍点小印性，懂不懂？哦哦哦，去哄哄你媳妇儿。哎，啊，不用哄，去。他老婆，那个媳妇儿啊，哎呀，我不着家，不是也是在外边工作吗？也是为这个家，让咱们过好日子。要不懒得听你说话。他多懒，你说他懒得听我说话。他不听你说话啊？那你就给他唱首歌，用歌哄哄他。我哪会唱歌啊？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会一首歌，还是你教的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听见了吗？对上了吧？啊，对上了吧，爸爸。儿子，哎，勇敢的唱出来吧。算了吧，唱出来。不唱。唱。不唱。你要不唱，我就削你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嘟嘟。你把嘴给我收一下。爸，你看见了吗？都上嘴了。你唱歌也不行，你说是咋的？要脸。来，二米，这样，我发现了钱顺风这小子肯定有问题。嗯。但是啊，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。我觉得这样，咱们对他再次测试一下，把这件事情安在我身上。如果他支持，就说明他变了；如果他坚决反对，就说明钱顺风还是我的好儿子，行不行？行，听你的。不，你俩嘀咕啥呢？在这儿啊？钱顺，哎，爸，过来。这咋的了？今天这莫名其妙呢？二米不是跟你生气了？哦，他是跟爸在生气。你咋的他了呀？你啊？刚才我跟二米聊了一会儿啊，爸最近出了点小状况。爸，你咋的了？没什么。哎呀，你没事儿，是关于我跟你黄小川阿姨。我们的感情出问题了。你不是爸呀？那个你和黄阿姨感情之间的问题，咱能不能今天不说？不行，我必须得今天说。你那个，我发现啊，你黄小娟阿姨在我心目中已经不是最好的女人了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认为黄阿姨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姨。什么最好的？他除了个高还有什么？人个高脾气就大啊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说我在他身上一点找不到一个女人的温柔，是吧？怎么呢？哎，就有一点好处，说有好处就好，说出来。好处就是啊，每当他站在我对面看我的时候啊，他总跟我低着头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不好。怎么呢？我难受。我每次看他的时候，
我脖子酸，脖子疼啊！我再一看他的时候，我脑袋就充血啊！有时候我正看着看着，我很累很累的。我也累，吓死我了！你说，所以说，爸决定了，哎，我想找一个跟我平视的人。哦啊，这个正好有一个女的看上我了啊啊啊！巧不巧，他们家也是鞍山的。啊，鞍山啊！哎，儿子，你说。我打算背着你黄阿姨跟这女的处一段时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爸呀，这么严肃的问题你问我不合适。